明白吧？走吧走吧，回去吧。哎，好多蚊子在你，明白吧？咱们也别东想西想，光吃不长了。这个人嘛，人生在世，对不对？哪有很如意的事情呢？啊，这蚊子，这山里面的蚊子跟中了毒一样的，山里的蚊子。这边蚊子比较多。嗯，给我咬的，咬得我脚好痛。咬得你脚上都是包吗？对呀、啊。嗯，我跟你们说了，我车停到另外一边的，你们没听到我说话吗，大哥？这边车是开不过来的。这山路你们开碰碰车，谢谢大家，没关注的点个关注啊！等一下回去了，不然他小姨又开始那个了，我都有点怕见到他小姨了。对，我等一下过去喷点发露水。你上门女婿，我还上不到门呢，我想上门都上不到了现在。啊，不是说我想啥就是啥的，家人们，对吧？嗯。主播露个脸吗？等一下我过去给大家露个脸。啊。哎呀，好多蚊子，好痒啊。来，我给大家露个脸，我就关直播了。来，过来，我露个脸，我就关直播了啊。黑不黑？不黑。啊，露个脸我就差不多了。啊，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。一个男人怕女人，一个男人不是怕女人，是不跟女人一般计较，能懂吗？不是怕，谁会怕一个女人呢？对不对？嗯、谁会怕一个女人呢？我想问一下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好痒啊！待会儿喷点花露水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懂这么一句，一个男人永远不怕一个女人，只有一句话：好男不跟女斗。女的怎么样是女的的事儿，咱男的不要去跟女的一般计较，对吧？就完事儿了。嗯，这个小伙子长得挺漂亮的。有夫妻相，你看我为啥每次一照就有夫妻相？感谢大家关注啊，谢谢大家关注。然后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我不敢带着跟他小姨一起去开了，我不敢跟小姨一起去啥呀？嗯，啥呀？我说他们都说那个。哎呀，我蹲着吧，好多蚊子啊，蚊子太多了，对吧？给都给了，已经给了，绵阳旅游区已经给了，啊，不管等一下不管要封号啊，家人们，他小姨一直吵着要封号啊，啊，抖音是严禁炒作的，知道吧？是严禁争吵的，明白吧？这样子是要封号的呀，那你们说，我是不是为了保号，我也不能开呀？为什么给？为什么给？因为想见他，所以说就要给，懂吗？以后不要那个这么因为因为要想见他，如果说想见到他就给就完事儿了，懂吧？能理解吧？谢谢啊。嗯，叫新月开直播吗？你那个呀，我给你把你手机带没有？带了。嗯，你开一下，我让大家关注一下你。哎呀，蚊子太凶了，这里你想见他要花米啊，你以为呢？我跟你说，我说的，我昨天都给我整神了呀，昨天都给我整神了。谢谢，感谢啊。我是重庆的，我老家是重庆人啊，我老家是重庆人。没给我点关注，点关注啊，家人们。然后我给新月弄了一个号，然后大家去关注一下新月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不是他在旁边说，就是说的话就有争吵，有争吵，抖音爸爸就不会让有争吵的那个来开直播，知道吧？懂吧？所以说的话，我不是说，你看我就偷偷把它带出来，我是重庆的，啊，明白吧，家人们？咱们保号要紧，对。我给新月连个麦啊，对面旁边是新月的号啊，家人们。等一下，我关一下那个。啊，旁边是新月的号，大家给新月点点关注啊，然后新月给大家聊聊天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也是重庆的，谢谢。感谢大家，对，旁边是新月，
我是重庆万州的，我重庆万州的，家人们，我重庆万州的。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，谢谢。王楠现在干嘛？不晓得呀，不晓得呀，好久没跟我联系了。对，咱们去对面直播间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在星月的号上聊天，没有给我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我这鼻子这里都咬了一根。好不好？后头不是还有第二次，你要注意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大家放心好了。咱也不是傻子，这么大个人呢、啊，对吧？是吧，家人们？咱们这么大个人呢、啊，又不是小娃娃，很多事情咱们其实也懂的，是吧？我是重庆的，好多重庆的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对，咱们没给星月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，家人们。怎么过去？你告诉我们，只需要点旁边的框框就行了，点旁边的头像，他那里有个头像，有个照片。点一个照片就行了，家人们啊！来了的咱们吃个小鱼，好不好？我们要不要我们两个打把 PK 啊？啊我们赢了的话，那谁做个事儿？我们两个打把 PK 啊？我打不赢。啊，你怎么打不赢我呀？我不会玩这个。啊？我不会玩这个。就看到上面那个分数，看到没有？啊。啊。就行了。嗯，那我们怎么玩呀？这个。我们输了做个惩罚吧。什么惩罚？输了的话，我把你背回家；你输了的话，你把我背那个。你赢了就是你背我。我赢了我背你。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，家人们？可不可以？我不会玩。啊？我不会玩。就这样啊，就这样，你就看上面的分数，你现在分数比我多，好吧？行，那咱闭麦啊。来，家人们，让我赢一把，让我赢一把。啊，这上面这个分数超过他就行了，谢谢谢谢我春夏姐，谢谢大家啊，可以吧？来帮我上上票啊，还有七分钟，还有七分钟，帮我上上票，家人们啊，咱们赢一把，咱们赢一把，对吧？谢谢李大姐的关注，谢谢大家关注啊，咱一人点个赞行吧，点个赞，感谢我努力赚钱吧，感谢我绵羊哥啊，他37分啊，咱们超过他就行，先超过他啊，咱们先超过他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谢谢大家关注啊。我赢了他，他把我背回去啊，背我直接回他们家，但是他小姨看到了又给他气坏了。来，家人们，他们分数比我们多，他们分数比我们多，咱们上一上，家人们啊，有票的咱们上上票啊。感谢感谢大家，对，有票的上上票，咱们有小心心上个小心心，有没有哪位大哥大姐整个墨镜的？感谢我王小姐，谢谢王小姐，感谢我幸福人生，谢谢我幸福人生，欢迎公交哥啊，感谢我枫叶啊，谢谢枫叶。他为啥分数一直比我高啊？感谢我绵羊，谢我绵羊啊！感谢我红星闪闪，谢我红星闪闪，谢谢啊！谢谢我丽啊，谢谢我绵羊哥啊，谢谢。对，咱们众筹一下，家人们众筹一下啊！咱们好歹赢一把啊，赢一把！感谢我枫叶姐送来的墨镜，谢谢枫叶，谢谢枫叶送来的墨镜。对，太软弱了，必须要让他学会那个，知道吧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必须要让他学会。感谢我努力赚钱吧，谢我努力赚钱吧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送来的那个啊礼物，好有福气啊！感谢我丽啊，谢谢丽送来的啤酒，谢谢，感谢，欢迎我谢耀琼啊，谢谢耀琼，欢迎谢耀琼姐啊，这把他背我背定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我主要是啥呢？我让他背回去，让他到时候让他小耀，感谢我微风轻轻暖，谢我微风，谢微风姐，谢微风姐，感谢啊，谢谢大家，早上好，家人们，早上好，啊，早上好。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，你们也多给他做做思想工作，给星月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，多给星月做做思想工作啊。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，就是说呢，考虑的事情比较多啊，从来不为自己，就为别人考虑，就属于这种。所以说的话，其实她是很好的一个女孩子，只是说现在吧，你们看着太软弱了，明白，家人们啊，你们好有缘。你在哪里？我现在在他们这儿，他在旁边。我看一下什么啊，他在旁边。谢谢我微风轻轻暖，谢谢。对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啊。还有五分钟，咱们应该赢了啊，咱们应该赢了。你要把他接回家，就把奶奶带一起带走。关键来，我跟你说，你要考虑个问题，主要是奶奶年纪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你说坐车的话，对不对？就这么一点，他经不起折腾，不是说把奶奶接过去就怎么样就好。感谢我王小姐啊，谢谢谢谢我绵阳市旅游先驱啊。
对，他自己强大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吧？哎呀，好多蚊子啊！实话实说嘛，这个咱有些该说啥说啥，是不是？谢谢顺其自然的关注啊，谢谢，感谢大家关注，谢谢。浩哥换个名字，以前叫二福。星月直播间为什么进不去？进得去啊，点他头像就行了，家人们，点星月头像就可以过去了。感谢我努力赚钱吧，谢我威风啊，谢威风啊，咱们一起上上票啊，咱们赢一把啊，让星月今天背我回去。我背不起他。嗯。肯定让浩哥背我呀。星月你。我们一起众筹。我点不进去，点了好几次，那你就搜他的名字，我叫星月呀。你再出去的话，搜我叫星月呀就可以那个。他就可以进去了。浩浩替你着急啊，我知道大家替我着急，咱们不要想多了。嗯，很多事情不是说咱们做了这个事情的话就有我们自己，就是说有最好的回报，也不要永远想着有回报做任何事情，知道吧？感谢我业余姐啊，谢谢，可以过去啊，我过去点关注了，对，应该是可以过去的，对，旁边是星月，大家给星月点关注啊，谢谢大家。昨天那个事我都替你，哎，我就这么说，家人们，你们有时候这么想一下，嗯，人生在世为了挣钱是为了干啥？给星月点个关注好吗？谢谢各位，对不对？咱们为了挣钱是为了干啥？挣钱就是为了解决一些不好做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挣钱就是为了解决事情，那不能挣这些钱有啥用？那有啥事情居然能用钱能解决的，那就不叫事儿，对吧？除了说啊，有些事情不能用钱解决的，或者自己没钱。所以说为啥现在就是说的多留点钱自己身边，有任何事情的时候好去解决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实话实说，虽然说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耿直，可能说你们第一天了解我，其实你们了解我了你们就知道我这个人说话虽然难听，但是我做事儿这些绝对不拉稀摆带。家人们，咱们众筹一下，小心等下星月那边有人给他偷塔，还是不行，是不是限制我了？不可能限制你啊，不可能。我从去年就看你直播到现在，谢谢，感谢支持，谢谢支持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感谢啊。谢谢阿姨，你们都是我的娘家人，都是我的。咋了？他那边拉娘家人呢？他们那边拉娘家人呢？这么多人都支持。有没有？咱们上上票，家人们，咱上上票啊。这几天都不上班，这几天没事做，这几天没事做。感谢我威风啊，谢谢威风。对，咱们众筹一下，你拍的视频全部给你点赞了，谢谢，感谢啊！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你问对面的，问对面的。欢迎四川泰哥，欢迎四川泰哥。两口子打 PK， 对，我赢了，他背我啊，背我回去，感谢我幸福人生啊！雨后姐，帮我上上票，雨后姐帮我上上票啊！谢谢幸福啊！咱还有一分多钟啊，还有一分多钟。感谢我龙在天涯，感谢我绵羊，谢谢。谢谢龙在天涯，谢谢龙在天涯送来的小星星，谢谢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这么多人都在支持我。对啊，开心点就行了，开心点就行。其实我一天没啥忧愁，感谢依然啊，感谢依然，谢谢要依然，谢谢依然。小心对面偷塔啊！去年看到你直播到现在，感谢啊。其实我直播间还是有很多老粉的，有很多老粉一直看我的。啊，对面在上了，家人们，对面上了，感谢我含笑，谢谢含笑。咱们有墨镜打墨镜啊，有啥打啥啊。有啥打啥，他们的分数上来了，还有一分钟，最后一分钟，咱们不能输啊，家人们啊！我主要想让他背我回去，然后气他小姨。对的，对面去上票去了，难道我们这边没有吗？我们这边没人上票吗？家人们，去年看你救妹妹的就看到现在，感谢感谢啊！感谢我雨后姐，谢我雨后姐，谢谢。还有四十分钟，家人们，还有四十分钟啊，不，四十秒钟，小心对面偷塔，咱们守住，家人们，咱们守住，感谢我平安快乐，咱们守住啊，守住，小心对面偷塔啊。小心是我妈妈的妹。感谢我绵羊先驱，谢谢谢谢绵羊先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星星啊，谢星星，感谢大家。没事，咱赢不赢看缘分了啊，赢不赢看缘分了啊，那边四百多人。感谢我枫叶，感谢我微风轻轻暖，谢谢，漂亮，拿下了，应该马上拿下来，七秒钟，小心对面偷塔，家人们，小心对面偷塔，不要偷啊，不要偷，漂亮，咦，心愿，愿赌服输吧，啊，愿赌服输吧，愿赌服输吧，你这要背我过去了。
来，家人们，哎，说谁赢了谁背吗？啊，那我的输了，我还要背你啊？不是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我背他过去还是你他背我过去？啊，家人们，支持一下我干女儿，谢谢一缕阳光啊！你们说，你们说，啊，家人们，你们说，叔叔，我背他吗？他背你，你背他都行，他背着你过去。浩哥背心月，你真的要让我背你吗？你确定啊？好，行行，这样我背你，我背你，你开着直播，你开着直播。来，家人们，全部去新月那边，全部去新月那边。不行，我背他，咱们男人嘛，男人大气一点，做男人大气一点，我背你。男的背。来，全部去新月直播间，我这个直播我就关了，只能拿一个手机用新月的直播啊。我背他，对，我背他，气气他小姨，我背他，气气气他的小姨。等一下我把你背着，你小姨看着，都是气。小姨，她待会儿来，家人们全部去新月直播间，全部来新月直播间，全部来新月直播间啊！对，全部去新月直播间，我就关了。家人们，过不去，图标是黑白的，你直接点呢、啊，点进去，点进去，我知道是黑白的，然后这上面有个关注，你点个关注就可以过去了。对，全部去新月直播间，我就关了。家人们，我就关了，我关直播了啊，我关直播了，全部去新月直播间。对，我直播间还有900人，还有900人，没给我点关注，给我点点关注，去对面啊，去对面，然后我就下了。欢迎你们，嗯，谢谢关注。对，然后全部去新月直播间，我就关了，家人们啊，我就关了，啊，我关直播了啊，去新月直播间看啊，还有800人，快过去啊，过去新月直播间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啊，啊，新月直播间才600人呢，咋才600人呢？你们过不去吗？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。咦，那应该我关了，他们就自己过来了。好，我先关了，家人们，我先关了啊。